击播报，现有六头王级怪兽。难道是王也已经加入金角巨兽麾下了吗？木兰军全来。罗峰，江南基地市的安危，不能让金角巨兽接近庇护所。王大，你干了什么？在你一人肩上了。这是种族之战，将这一战进行全国直播。我们是为了生存而战。